我们忙到啊要讲八卦哦，都没有时间讲，是一来这边要等着要进行文献之前才有时间讲一下八卦。对啊，明明就坐在两隔壁，但是就没有时间，然后他就一直忙着写整天新闻，就是忙着写新闻线。好啦，星期一了，不知道为什么总之是在星期一的时候觉得特别的那种有一点 emo 的感觉。正常啦，今天早上、哦、正常 Monday Blue 的，今天早上的时候就是阴天，唉，对，再加上天气阴阴的感觉。哎，没有，哎，我觉得前几天好热哦，热到我一天要洗两次澡，太热了哦。之前哦，哎，你不觉得那个时间、那个天气的那个气温感觉差很远的、有几天我觉得很热很热，然后突然间又很冷很冷。我就看到嘉威为什么突然间在报我们说，新闻组有的已经结婚，有的正在准备结婚当中，有的热恋中。爸爸还在，你把我们讲完了呢，真的已经结婚，准备结婚，热恋中，然后宝宝还在，对对对对，他太没出息了，真的丢我们的脸，我们就是因为他，然后没有办法说我们全员已经 sold out。OK 啦，单身也是一种状态来的，他搞不好也是很享受这样，对不对？可以。我要跟你们讲，就是要留一留啊，你知道单身很享受，其实他很忙的哦。可以大概先提醒一下，就是第二届988 Super 练习生已经开跑了。等一下 on air 的时候，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就是 push 一下这个活动了。我觉得我们一直给新朋友机会。之前新闻组就说要应这个新的主播嘛，啊，迟一点就会听到这个新主播的声音了哈。最近应该有听到实习生就是正邦他开始在播报中午12点的新闻，所以可以这边留一点鼓励的这个。就是一点鼓励的话，或者是有什么可以跟他讲，现在在进步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心血来的。之后就是后起之秀。对，想要听他的声音的话，记得哦，12点的时候去听一下，然后给他鼓励加油，耶、然后也要还给我们的新同事。其实我真的觉得988这一点做得很好的，就是从我一开始很新，就是加入的时候，我就一直发现到说。都一直在做关于训练新人的，宝宝当年也是第一届的这个校园 DJ， 988当年校园 DJ，真的，然后他就公布出来，不是，应该不是，可是他你知道他那个小册子，他一直留到现在，然后最近之前去年吧，还是去年前，他在公布出来，说你看到很多之前的 DJ 很嫩很嫩的时候的照片，哇，真的太有趣了。所以哦，这种活动哦，记得你们要把握机会，尤其是。刚刚提到的第二届的988 Super 练习生也是要把握这个机会，可以做我们的同事哦。哎，我要去偷看一下，因为资料在这儿，我们要回来了。好了，来三二，过好每一天，988新闻线。晚上7:30，你好，我是湘君。Hello， 你好，我是舒婷。刚才我们就在988 Facebook 的这个 Live 的部分就在聊，很多人就讲说很担心宝宝单身了，因为我们整组人就是结婚的结婚，筹备婚礼的筹备婚礼，热恋中的热恋中，就只剩下他单身。但是他真的，他很忙，对不对？对，他很忙。再说一下他最近在忙什么？因为呢，他要筹备我们的第二届988 Super 练习生了。去年988 Super 练习生非常成功啊，是没错。然后呢，我们的那时候的练习生有两位 DJ， 就是楚音跟 Joey。哎，不止啊，就是看到以前其实也是有加入的嘛，就是各种各样，我们一直提供就是小朋友年轻的朋友各种的这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加入广播这一届。所以来听好，第二届的 Super 练习生开跑了，你要怎样参加呢？这个是只要你符合条件的这个大学生，在4月16号之前把你1分钟的自我介绍的视频上载到 YouTube 啊，然后呢这个报名的详情你可以去到就是988 DJ Elson 冠贤，或者是我988 DJ 湘君，我是有 share 了这一个就是这个报名的方式，那你就去那边看一下要怎样去参加，参加的资格等等的，然后欢迎你加入我们广播界这个大家庭。顺便讲一下，这一届练习生呢算是进阶版，因为呢会走入校园，那至于会去到什么校园呢，记得要去看988的脸书的详情。好了，我们今天还是要回到来新闻主线，看一下今天的新闻重点内容。新闻主线，英迪拉入禀法庭挑战8州属市允许单方面改叫法的这个政策。228名大马猪仔依然受困在国外，警方保证会全部救出来。教育部长说，斋戒月的食堂是照常营业的，以方便非穆斯林学生。
教育部会推出增聘方案来解决华小师资短缺的问题。这个华小师资短缺是老生常谈，但是谈了这么多年，这个问题依旧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教育部会在一到两个月之内呢，公布增聘师资的方案来解决师资短缺的问题。教育部副部长林慧英他就说，教育部是在拟定方案啊，现在正在拟定的哈，有包括要从师训学院那边招收老师，还有要开放给其他科系的大学生来申请去培训，然后再晋升成为老师。至于其他的方案，他们就会陆陆续续的在公布。他有提到说，全国目前呢，因为今天是开学日嘛，所以他就有讲到有117所的华小有在开办特殊教育班。那其实我们全国呢，多数的特殊教育班都是在国小那边，但是他就相信未来如果有更多需求的话，华小那边也是会增设特殊教育班的。林慧英说呢，教育部向来都很积极为这些特殊学生提供所需要的帮助还有支持，让他们可以在特殊技术中学接受技术教育。同时呢，拥有残疾人士卡，就是 OKU 卡的学生，其实每一个月可以获得150令吉的特殊学生津贴。再来，拥有这个 OKU 卡的小学生呢，也一概享有免费的早餐计划。所以呢，他就鼓励所有的特殊生，记得一定要向社会福利部去注册，并且获取这个 OKU 卡，来获取政府更多的补贴跟支持。那另外方面，看到教育部长法丽娜，他就说啊，只要家教协会那边同意的话，学校的食堂是可以在斋戒月期间照常营运的，这样子就可以照顾那些非穆斯林的学生他们的需求。他自己是认为啦，学校食堂没有必要在斋戒月的时候关闭，因为不是所有的学生都需要斋戒的嘛，各族学生都是马来西亚的一份子，所以他认为可以继续他们在斋戒月的时候有他们自己的活动，不必要就是受到这个斋戒月影响的。好了，刚刚提到啊，今天呢是新学年开学日，是，所以呢就非常的热闹。那国内呢中小学已经陆续在昨天今天开课嘛，不过呢有一些受到水灾影响的地区，像是柔佛就除外了哈，有些学校呢还是受着影响的。那教育总监早前呢已经表明，开学的第一个星期是不会有学术教学，学校呢会先进行娱乐性质的教学，让孩子可以先适应学校的环境。那今天的学校年的这个新学年的开课，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老师装扮成卡通人物，包括像是迷你呀、米奇呀、Bugs Bunny 啊等等这些卡通人物，就希望呢可以帮新生适应学习的环境，去降低他们的焦虑感。那有老师就透露呢，虽然穿着这个玩偶装很热，但为了活跃这个校园的气氛，为这个新生提供更多的欢乐，他们就坚持下去了。那他们也说呢，身为老师，他们不只要教书而已啊，也要学会懂得怎么拿学生的心，让他们可以更愉快的上学。所以老师真的是很辛苦，全方位的，也不只是老师。看到森美兰州有一名妈妈呢，她今天是穿着这个小叮当去哆啦 A 梦的这个玩偶服陪孩子上学，还不止如此，她其实是带了很多巧克力去派发给其他的学生，这样子很欢乐的感觉。对对，就今年的我觉得还是蛮特别的啦，这一个新学年。不过说到每一次啊，孩子们开课的时候，有一些父母难免就会陷入焦虑啊，尤其是面对开学的各种各样的开销。有一名家长呢，他就申诉说，新学年开课在三月，这个时候开学，其实他觉得没有问题，但应该在三月初就开课，而不是在月中或是月底开课。是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课题呢？主要是卫生部前部长凯里，他现在是转行跟我们一样当 DJ 了嘛，他主持的这个电台节目，今天早上就提到跟开学有关的话题。那刚刚提到的那一名家长呢，就参与话题的时候就分享他自己本身的情况，他就说他有三名孩子，那三个人加起来就是他们在三月份的时候啊，只是重搭了五天的校车，但是这个家长却要缴付全额，就是一整个月的1000令吉的这个校车费用，就是他觉得非常吃不消，所以他就讲说其实应该在月头就开始了，不然的话很不划算。那凯莉他自己就讲话的，他就是有回应这件事情了，他就讲说确实不管是在一月份还是三月份，他觉得学校应该在月初就开学的，避免这个校车收费就是加剧了家长的负担，这样子就是明明好几天那个家长说他五天嘛，但是如果你是今天开课的话，可能也是可以搭个十天，但也是要给一个月的这个车资了。好了，不知道你的那边的情况是怎样，或许如果你是父母的话呢，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告诉我们。那说到这个新学年开学日啊，很多的华小都迎来了非华裔的新生嘛，其中看到威北瓜拉姆拉光裕华小今年甚至是
没有华裔的新生哦，因为呢他们只有四名一年级的新生，而且全部都是乌裔。那另一方面呢，槟城新中华小今年有13名的小学一年级新生，当中呢是有四人是乌裔学生哦。那威中唯一一所微型华校高八三万华校，今年的一年级新生人数呢是比往年还要多的，是有18名一年级的学生，当中呢是有超过半数是友族，包括9名的乌裔学生，还有2名的印裔学生。所以大家应该要改变一下那个固有的想法，华小呢不只是华人去就读的。社区牵线，这个社区圈线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讨论的，说到就是关于拾金不昧的这个事情，真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得到。事情是这样子，有一名男子他就在脸书那边申诉，他日前就掉了钱包，结果就被一对情侣捡到之后，这个情侣一连两天在药妆店那边盗刷他的信用卡，是疯狂购物啊，这个行径是全程被闭路电视拍下来。这事主其实他平时用的都是这个手机的无线支付系统来付款，所以呢他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到他自己的钱包已经掉了。当他发现到他的信用卡被盗刷之后，他就马上通知银行，然后去到警局那边报案。而且就是根据这个盗刷的记录，他就去到那个药妆店，好几间的药妆店，就跟那边索取闭路电视的画面。那拿到那一个画面，就看到说这个画面显示啊，盗刷的相信是一对很年轻，看起来很年轻的情侣。看到女方那边就负责去付钱，然后男方就是在事后负责提着大包小包的这个战利品离开。事主就在网上分享这个闭路电视的画面，而且就是呼吁网友，就说如果你们有人认识这对情侣的话，麻烦通知对方，叫对方把这个钱还给我。这种应该是有涉及刑事，如果抓到的话，我觉得因为他已经报警了嘛，而且整个事情是被就是录制下来了，所以真的不好。现在 vote。拾金不昧啊，不只是一个道德美德啊，这个是涉及是有没有触犯法律的嘞。嗯，好啦，今天的现在问呢，要问你的是，因为新学年开学了嘛，所以的跟教育相关的课题，来，你认为增聘老师到底可以不可以解决华小师资短缺的问题呢？那点选 Love 就表示可以啊，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点选 Wow 呢就表示未必哦，因为师资短缺问题很复杂的。两个选项记得去到988的脸书点选投票，写下你的看法。嗯，那今天除了是开课日之外呢，也是警察日。今天呢警方那边有提到关于猪仔的课题，到底说了些什么，下一段回来告诉你。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这一首 Twins 的风脏于风，很标准，还是真的不标准？风脏于风，风脏于风，我怎么？是的啦，听得懂就好了。没有，又不是主持，不可以，是主持，就讲了两句嘛，给点包，九八八的听众还是很包容的。我们是闲聊而已，对，不要当真，为自己快点找补，为自己找补。可能崩麦克就说现在老师真的不容易，真的，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觉得可以改变学生或者是一般人对于学校的很既定的那个印象，就是很严肃啊老师，然后去那边是很高压的，真的我觉得找回学习的快乐还是很重要的。嗯，因为看到我们的标明标书已经在线上了，也在了，这是 one of the 我们的一个忠实的，对，我们有个就是同事呢，也是非常忠实的新闻线的听众，所以苗姐哦，那他甚至是我刚才就看到他就说，苗姐还没有下班呢，还在这边，他就说还要算好时间，然后去听新闻线，不然的话他就在车上，他说到家了，他就一直在车上那边听，他担心他的邻居会误以为他是在干嘛这样子。哦，可是每次他听都会有一点压力。因为毕竟他会指正，给一点压力，就是我们的动力。对，所以呢，如果你们有一些建议呀，给我们的话，也是可以留下来告诉我们的。之后我觉得你们会在988，尤其是新闻最正点的这个整点新闻那边听到一些新的声音，也欢迎你，就是有一些批评指教都可以告诉我们。嗯，我们会更好，更进步。对，一起新朋友是。就有建设性的啊，就不要人身攻击啊，不要有时候也不是，其实很少遇到了，但有的时候一些很没有一些建设性的攻击，就对于新朋友来说也是很可怜的，会打击很大。嗯，但当然如果是真的你可以有什么地方可以给他们意见，突然间可以让他开窍呢，
嗯，都是好。现在我们在听到的，可以听到的就是我们的实习生真棒。那之后我们就是有个新朋友会加入新闻组的，期待一下喽，期待一下。然后接着，当然你想要加入有年轻的朋友想要加入这个广播界的这个大家庭，一定要 super 练习生。对，我要 super 什么？宝宝每次他的节目组 super 大学生嘛，一定要支持。你知道宝宝最近哦收了很多，就是为这件事情忙，很忙啊。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真的。真的快去支持一下，然后可以去到988 Alson 冠贤那边，他就有 share 了这个详情。如果找不到的话，因为我刚刚 share， 可以在988湘军那边可以看一下。到底 super 我的 IG story 也有 po， 对 ，super 大学练习生是怎样 ？super 大学生是他的节目名字。好，来回来了，来来。988新闻线。988新闻线让你紧贴时事不断线。你好，我是湘君。你好，我是舒婷。来看一下这个关于住宅的课题，我觉得是近几年我们一直提到的。那五级阿曼刑事罪案调查局总监阿杜加里尔他就透露，警方在最新一项的这个拯救行动中已经救回了15名在国外的这个马来西亚人，就是大马猪仔了哈。他保证说警方会全力把所有受困在国外的人都救回国的。他有提到啊，那一些就是受困国外的大马猪仔呢，其实还有200多人。对，现在有200多人是在国外那边，那他们呢是因为警方没有掌握到他们的所在地点是哪里，所以整个营救的行动是有困难的。不过他就强调说会继续和国际刑警组织、东盟刑警那边各方面去沟通、去合作、共享情报，然后全力救出这些受困在国外的大马人。是，那今天呢除了是新学年开学日之外呢，也是第216届警察日。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向全国的警务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国家王宫官方脸书今天发文说，陛下也向全体退休的警员致意，感谢他们在过去不辞劳苦的牺牲，也祝愿全体的警员可以继续努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人民的安宁。那陛下呢也敦促子民要维持和谐的生活，要遵守法纪，和警队合作，并且建立密切的关系，来共同打击社区的罪案。那配合警察日，大马皇家警察呢今天就是有捎来好消息，其实早几天就捎来这个好消息，今天开始在全国会举行为期12天的交通罚单罚款折扣优惠，这折扣最高去到60%，就是60%的。优惠呢是到3月31号，就是这个月底了。那如果你想要去缴付的话，可以通过 MyBuyer 三曼的应用程式，或是去到各景区的警察总部那一边的柜台那边去缴付。所以大家呢，把握时机，就是趁早去把这个三曼还一还了。对，好了，来我们来换个焦点哦，轻体部所负责的 Zoom Zara 拜访计划呢，其实的这个风波继续延烧啊。对对对，那这个计划其实是就是由这个轻体部属下的影响马来西亚计划组织，就是 Impact Malaysia 去负责的。那这个计划日前引发争议，是有国盟的议员批评这个计划是有邀请穆斯林去参观非穆斯林宗教场所，但是呢轻体部长杨巧双他已经否认了这个指控。这个事件来到今天，仙都警区的主任马永来他就证实警方会传召杨巧双录取口供。而日前涉嫌通过脸书那边发文去诽谤杨巧双的马来社会非政府组织领袖巴德鲁西山呢，今天也是会去到显都警区那边去录取口供的。因为呢巴德鲁西山他早前是指控轻体部旗下的这个机构在杨巧双的带领之下成为了基督教的传教组织。那无论如何，马永来就补充，警方目前已经向3个人录取口供，当中就包括了有1名投报人，还有2名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另外杨巧双今天呢，他就在前往吉隆坡显都警区总部录取口供之前，他在场呢就跟媒体说，他身为政府的一份子，他是愿意对这起事件负责的。同时他也直斥啊，就直接斥责这种政治的把戏、政治的攻击是要有限度的，尤其是这样的一个举动会威胁到国家的和谐。那他说呢，他是通过新闻才知道他会被传召录取口供，而他当然也会全程的配合警方的调查。那其实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这个案件，其实我觉得就是延续好长一段时间，说到的就是印尼妇女英迪拉。我
觉得很多人对他真的是不陌生，因为他的前夫就是改信伊斯兰之后呢，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面为他三名的孩子去改教，更把这三名孩子带走了。那英迪拉他是多年来一直试图要通过法庭去挑战父母单方面改教的这个争议，如今呢英迪拉连同其他13名的起诉人入禀吉隆坡高庭，要求法庭呢要依循联邦法院在2018年的标杆性裁决，废除联邦直辖区玻璃市、吉打、马六甲、森美兰、彭亨、霹雳还有柔佛州议会制定的单方面改教的法律。那英迪拉和其他的起诉人就声称有关的法令是无效的，因为呢已经违反了联邦宪法第12-4条文和第75条文，同时呢也跟2018年联邦法院在2018年关于单方面改教的判决是有冲突的。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联邦法院是有一个标杆性的裁决，就是撤销了英迪拉三名孩子在2009年改信伊斯兰的证书，也就是说英迪拉前夫单方面为孩子改教其实是不成立的，他的孩子也不是穆斯林。我们接着再来看另外一宗法庭相关的案件，就说到高庭呢日前就宣判行动党甲洞区国会议员林丽莹诽谤满星云集团的创办人赖彩云是罪名成立的，那林丽莹他就必须为这个诽谤行为负责，要赔偿200万令吉外加支付25万令吉的堂费。那那个时候林丽莹就说这么大笔钱他可能如果付不出的话就会破产，然后失去他议员的资格，那他就发起了一个众筹的捐款运动，结果短短四天里面他就筹到了225万令吉。林丽莹今天早上在脸书贴文就宣布说这225万令吉的这个筹款已经是达标了，所以他就宣布停止筹款，而且他表示就是对于各方面的无私付出呢他是非常难忘的，他也是铭记于心浪子。那他今天可以说对他来讲是一个好事成双，因为他筹足了这个款项的同时，也因为他积极协助显都警方的日常工作，所以他配合这个警察日获得显都警方那边颁发一个褒扬状。OK， 真的是对他来说好事成双。好了，我们把焦点放向上议院哦。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的总会长卢成全呢，今日成为了第一位以华商领袖为背景受委的上议员嘛。他今天呢就在国会的上议院宣誓就任了。卢成全说，身为政府破格委任的工商界代表，他将会把企业界的声音带到上议院，来加强工商界和政府之间的沟通，也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去履行这个任务。他表示呢，这是对中总的肯定，他也非常荣幸，也认为可以直接参与法案没有正式通过之前上议院最后的把关的这个过程，所以他觉得呢这个东西是很神圣的任务。那另外呢，马华总会长兼亚裔淡区国会议员魏家祥在脸书就也祝福也恭贺卢成全宣誓成为上议员。他说卢成全向来都很关心国家社稷，很努力的去维护商界的权益，同时呢也是教育发展的重要推手，一直都在大力支持拉曼理工大学还有就是拉曼大学医院的发展和建设。魏家祥相信卢成全一定会把工商界的心声带上上议院，然后继续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我们再来呢看一下这个政党相关的课题啊。巫统当选已经结束了，党主席阿莫扎西的阵营是大获全胜。阿莫扎西他就说，当选的结果显示从国家领导层到基层的成员都很明确的支持由首相安华领导的大团结政府，而他也保证所领导的巫统会继续支持大团结政府的。阿莫扎西他也是我国的副首相，他昨天晚上出席大团结政府秘书处的会议之后就表示这个大团结政府当中有20个政党，那他们将会在新的巫统领导下继续的壮大。其实对于阿莫扎西阵营在党选中大胜呢，除了阿莫扎西他很开心之外呢，国盟那边也是非常开心的。自由今日大马引述国盟消息人士就说到，巫统党选的成绩对于国盟有利，因为马来人只会更远离巫统。在接下来的6州州选当中呢，他们国盟就认为说这些选民会拒绝大团结政府把票投给国盟，他们认为可以预期的就是巫统会在州选那边失去很多的这个议席，就是可能会流失一些议席特别是在森美兰州还有在雪兰莪州那一个部分。现在 vote到底这样的消息会不会属实呢？我们就要观察接下来的州选的成绩了。好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啊，所以呢，今天要问你的是教育课题，是你到底认为聘请老师可以解决华小师资短缺的问题吗
诶，68%的朋友点选的是 love， 是可以的，因为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那另外呢，32%的朋友点选 wow， 未必哦，因为师资短缺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就是关于华小师资短缺的问题，就是我从事新闻从业员那么多年了，几乎一直都在提起。但是现在教育部那边说他们是有各方面的这个方案可能分阶段之后在一两个月里面就会公布。当然身为华社那边，刚才舒婷也说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所以我觉得华社各界都是一直很希望真的可以从根本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吧，今天星期一的新闻线我们就说到这里，我是湘君，我是舒婷，我们明天继续聊。